呢個 Happy New Year 真係唔方唔 happy 啦！而家係原機折返，冇錯，係原機折返。呢度都係關西風港。我啲頭髮啊，救命！我啲音樂冚咗。洗刷都知係空簽啊，今年。冇錯，我哋又去旅行啦！如果你都好似我哋一樣咁中意去旅行嘅話，一定會經常使用到公共 WiFi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，如果用公共嘅 WiFi 係非常之危險，隨時有機會俾黑客入侵之餘，仲會俾佢盜取你嘅個人資料咧？呢條片係由 ShopStop 贊助。如果你想你嘅個人資料同網上行徑隨時隨地受到保護，就使用 ShopStop 嘅 VPN， 咁就可以隱藏你嘅 IP 位置同確保你線上私隱嘅安全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用嚟睇唔同國家嘅 Netflix 同埋 YouTube， 唔再有受呢個地區限制而睇唔到劇集同埋影片嘅問題。而家訂購 ShopStop 嘅 VPN， 即刻享有17%優惠，另外仲可以額外獲贈3個月嘅免費使用啊！如果買咗之後發覺唔啱用，仲可以喺30日之內得到全數退款嘅保證，而且一個帳户仲可以喺多個裝置上面使用噶。有興趣嘅朋友，我哋已經喺影片下面嘅資訊欄放咗條 link， 輸入我哋嘅優惠碼 EMCXU EMG 啊，即可享有優惠噶啦！可能有啲觀眾覺得係咪我哋已經到咗目的地？但係其實非常之遺憾，而家係原機折返，冇錯，係原機折返。呢度都係關西風港。Welcome home。咁灰心之為乜？こんにちは、アミ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、エミリです。咁話説咧，上次咧我哋鬼死咁熱嗰時咧，就去咗沖繩。今次咧天氣非常之凍嘅時候咧，就去呢個北海道喎。聽講咧今年日本仲非常之凍添啊，好多地方都落大雪啦，同埋比平時嘅冬天咧異常地凍喎。而家好緊張啊，唔知道會凍成點咧。其實咧今日係我哋第二次出發，今日 day two 嚟噶。大家見得到我哋而家喺一個機場，係叫做伊丹機場啦。伊丹機場即係邊啊？在大阪的嘛，咁我哋今日 day two 嘛，咁我哋 day one 發生咗啲乜嘢事咧？咁話説，尋日就喺呢個關西空港嗰度飛去北海道，咁點知咧突然間落大雪喎，咁落大雪嘅話，咁佢嘅跑道就完全積曬雪，就變咗降落唔到啦。咁初初佢就話會清嗰條跑道，然之後我哋就喺個北海道上空嗰度係咁飛嚟飛去，飛嚟飛去咁喺度蹲咗好耐。咁但係最後咧都係等唔到嗰個降落嘅機會，係冇錯啦。咁所以咧就俾人原機遣返打返返去大阪，咁我哋即係來回嘥咗成4粒鐘喺個飛機度，有機可。咁佢喺 announcement 嗰陣咧話原機遣返嗰刻咧，我覺得成架機因為大部分都係日本人啦，啲人比我想象中嘅反應係好平靜啦，好平等，好似哦咁就算咯。其實我哋都好平靜嘅，只不過嗰陣個感受就係點點點。不知道講咩好，因為實在太無奈。本身我哋係諗住兩日去札幌，兩日玩行館，仲要本身去呢個札幌嘅北海道神宮㗎，點知咧冇啦而家。全部行程改成呢個函館行程啦。好啦，咁重點咪嚟啦。咁我哋依家就嚟坐飛機啦。咁唔知今次會唔會又係遊機可，然之後掟我哋翻嚟關西咧？但我應該翻屋企算啦，我真唔去啦。本身我哋琴日都有諗過取消嘅，但係覺得唉，個人難得放呢個長假，冇理由邊度都唔去啩，好似好嘥咁。咁所以就都係條心死唔曬，然之後再買多次機票，去希望我哋今次有一個順利嘅旅程，就係咁多。我哋一到步，即刻就去租车先。唔系，冰天雪地咁危险，我都系唔敢揸车啦。今次嘅移动手段咧，系搭巴士噶。嚟到呢度好跣啊！周围有啲雪，你睇我只
住啦。溜冰啊！咦，马路嚟噶？咦，唔知系马路。咦，系喎，冇斑马线，真系完全睇唔出系马路啊！救命啊！啲雪系咁飞入只眼度，大家有冇睇到？好想合埋只眼呢！我件衫啊，件靓衫啊！几经辛苦，终于嚟到呢个白番公神社。呢个神社系当地数一数二嘅神社，听讲当地居民喺元旦嘅时候都会嚟呢一度参拜。首先要喺度洗洗手、朗朗口。我想讲咧，唔使拆都知系空签啊！今年，因为我哋琴日1月1日已经飞唔到啦，好紧张啦！我睇啦，中吉，佢写住叫你送旧迎新，唔好太过执着喺一件无关紧要嘅事上面，应该攞出你嘅精力去新嘅方向出发，进而去到一个新嘅领域。咩都好啦，唔系空就得噶啦。如果空嘅话咧，就去嗰边绑列。大家见到啲人排队被狮子咬，原来寓意系被狮子咬咗之后就可以解除厄运，冇病冇痛，嗰一年咧就可以顺顺利利咁样度过。狼狈啊，真系变咗直发啦！因为天气冻咧，所以我哋要带手袜。但系咧带完之后咧，劲唔方便咯，手机又揿，手都揿唔到啦，冇反应啦。佢明明已经系可以 touch 过俾我哋，但系都唔知咧揿极都唔得咯。另外啲拍摄器材又唔方便啦，跟住咧个袋又湿 Q 晒咁样啦，跟住就要担埋遮。我想讲咧，咁大雪咧，其实基本上航拍飞唔到嘅。咁我哋航拍孭埋过嚟，其实根本就系真系白拎啊！呢啲叫做。大家见到神社落雪，画面睇真系好靓啊！但系我哋现场变咗只落汤鸡，真系连袜都湿埋嗰只。啲雪融咗之后变成水渗入件衫入边，简直系冻到想死。本来谂住去完神社之后直接上咸盘山顶睇夜景，但系个天气又咁恶劣，成身就湿晒，好唔舒服，所以都系决定夜景听日先睇啦。而家都系翻酒店附近食下嘢先。个个都话离北海道要食拉面，我哋就揾咗酒店附近一间评价比较高嘅拉面店食晚餐，嗌咗呢个辣味噌拉面。
在我机航交臂的情况之下，很努力地拍紧个面给大家看的时候，对面那位巨人已经开始了吃，还喝汤喝到鼠鼠声。我现在剪片的时候听到都很想打他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冷，觉得拉面特别好吃，其实有点像淡淡面，不过就没那么甜和没花生酱味。又落雨了，快点去买宵夜了。我们伊拉米苏，咁邪恶。哇，连啲啡粉咧都好多呢啲北海道限定嘅商品啊，饼干啦，嗰啲鱿鱼啦，嗰啲鱿鱼入边咧一个嚿有啲饭喺入边，原来。哇，饭本牛奶，买嚟试下先。哇！你话豆腐，佢应该将豆腐咧整到碎晒，然之后再同嗰啲鱼咧，啲鱼系咁打到起晒胶，然之后好似鱼蛋咁搓翻埋一嚿咁，变咗又豆腐又鱼肉。今次我哋住嘅酒店系 Tokyo Stay， 其实冇咩特别，应该日本有好多地方都会有呢间酒店。因为今次我哋都系喺日本人年休嘅时候去旅行啊，所以机票特别贵，两个人由大阪飞去北海道都用咗成皮嘢，所以酒店就谂住住翻 cheap 啲嘅。咁我哋一晚一个人系4000多 yen 包埋早餐。呢个酒店胜就胜在每间房都有洗衣机，我哋嗰日湿咗嘅衫啊、袜啊，全部都可以掉去洗，仲有埋烘干嘅功能添啊！而且佢仲有个微波炉。咁函馆呢间 Tokyo Stay 分店咧系2021年4月先开嘅，所以我谂大家都未嚟过。如果大家中意新酒店，下次都可以试下呢间。酒店电视咁啱播紧我最想去嘅札幌小樽运河，原来仲系暴风雪紧。跟住唔睇电视都唔知道，我哋今日去嗰个白番宫神社，原来中午有骑马睇咯。不过算啦，我哋中午嗰阵先至喺大阪啱啱出发。哇！呢条斜路真系攞命，个沿途都冇人嘅。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上山顶看夜景。